哦，再搭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变化球，方振中啊，在这个打席投出了三振。 内角球三振了，打者李信佳，感觉上好像开车一档、二档、三档。外角球，朱振比较喜欢，结果最后两好三外满球数三振掉，打者李厚伟。这个半局，黄世一击出了阳春全垒打，在左外野方向，使得双方的分数从 3-5变成4-5，科大攻下11分，面对高雄大学攻下13分，然后中信学院也攻下了8分，是一个得分能力蛮强的一支球队。三球。 变化球，结果三振掉了这个半局首棒打者。满球数之后，用一个140公里的速球将打者再次三振。 就看庄成正敖怎么样漂亮，结果最后利用变化球三振掉打者，结束这个半局，5-5平手。接下来的战局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 连投了2个好球。 回棒落空，利用变化球三振掉了守望打者。这个球是个好球，哇！这应该是大概七八两局，八九两局。速度最快的一个速球了吧，142公里。